遇见这样的你们。那让我们欢迎下一首歌，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民谣吉他社阿拉，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抽空来看我们奇特的表演。啊，这边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社员，这个是敏捷，陈敏捷，啊 ，finger 厉害。然后这边这个是方世偶，然后这个鼓手是上来两次的张胜武，对啊。我们安静一下，享受一下这空气中的宁静。哎，嘿嘿嘿，又是我们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们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们的主唱的手为什么裹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？车祸。你要不要说一下你车祸的流程啊？摔倒，送医院，包起来。好吧，好简洁有力啊。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，你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歌？是为什么想要唱这首歌？你是想要遇见哪位特别的人呢？我女朋友。哎，你女朋友难道在现场吗？我不知道。谁好了吗？谁好了吗？谁好了？各位同学，知道他女朋友是谁吗？哎，你们谁好了吗 ？OK 了吗？他很难熬啊。那我们欢迎下一首歌，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那我们再等一下，对，我还是坐这边，好爽，坐这边比较舒服，这边可以待。好，那大家这首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等一下。Yeah.
谢。哇，请主唱大大留下来一下下。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那我们请主唱汉翔移驾到我们的台中间。主唱汉翔，这里。来，底下的各位观众、各位工作人员，我们一起大力的向汉翔挥手吧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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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谢谢汉翔带来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。